上面写吗？还没，零零，现在是零零，还没开始算时间。三秒后，有了吧？一、哦。嗯。那我呢？你也在闪。哎呦，有闪吗？有啊有啊，闪就是在录。但是我说有没有充电？就看不出来。有啊，这些我就看，他们都常常这样。这样。我觉得也没有很省力，我觉得很省力。我应该说，我喜欢拿的，你看，我喜欢拿的是这样，我也是手伸直拿法。我这样就像人家拿雪板，我觉得我这样才是。好啊，你觉得？只是这样容易打到人。对啊，我这样比较没那么容易。所以我是比较周围没有人，我才会这样。手伸直是最轻松的。复式，我、哦、没有弄好吗？复式，哦，复式，我听成裤子。嗯，复六了，复式，复式。负三到四中，二到四中，偏四。嗯，负三。三点多快四。今天没有出成八了，都去右边了。我安全帽没扣，好危险。你安全帽有扣哈？我刚没扣，外套没拿，因为为了穿。的时候拉下来，好近啊，好近，好冷哦。我还没开。
今天不是很粉哎。昨天下的雨造成。昨天还到底是。怎么了？一倒一个插风，前面的后面两个一起倒。好了，我们比他们前面就可以慢慢走这样。擦屁成功？什么叫擦屁？用屁屁擦到屁屁，是啊，但是它发出了滴滴的声音。今天就看起来学到很多人，两班。昨天在教广
往上爬的，现在在教往下走，还是教练跟他们讲说这里你们不行，先走下来到前面继续上。哦，两个可能，有两班，一班可以，一班不行。可以的，橘色还是白色？橘色跟淡棕色，淡棕色的是用八字形画下来。不是白的黄的吗？啊？还是衣服不是白的黄的？刚刚摔倒的，你说的什么颜色？白黄。我说的是那个，但是我看起来是棕色。白黄的。淡棕色。今天觉得怎样？痛。一样吗？对。还是痛。不行吧？平常我们一开始滑第一天不是左脚踩很稳吗？对啊。就不行啊，什么都不能踩啊，痛啊。痛到不能踩。今天只花了2400。对啊，你自己很好笑，你自己说什么？我就很快，好像12点够，然后现在来又说哦1点半这样不行哎，什么的，就觉得好像又在嫌时间不够。哦，不是嫌时间不够，我是说如果到1点半去的话，嗯，这样可能吃不到封建鸡。我说的是吃东西。嗯，对啊。那就看看啊，应该一点就要滑下。你要坐车？坐车还是滑下去？坐车，滑下去也可以。滑下去就是累一趟的。就是因为那个累啊，我觉得我的脚底不太好，因为太长时间了。而且昨天是粉粉的下去，今天不知道。今天不粉，今天中间已经都被雨淋过一次了，上面都没那么粉了。我坐下去好了。对，坐下去。最晚1点15坐下去。然后忍住不尿尿去餐厅尿尿。忍住不尿尿去餐厅。好，也可以。就是先赶到餐厅。Last order。还是要你要不要打个电话问他今天有没有 less， 他有没有 less order， 还在 less order 就是12点，就是2点，那就安心了。不知道，他只开12点到2点。对啊，但是问他 less order， 他问 less order 再减半小时。不知道。很拽哎，吼！一个店可以这样只开2小时，还不是11点开哦，还是12。他的 Google 评论有那种3年前的，他说3年前的晚餐，他说只有老板一个人要等，不过好吃。所以现在是晚餐，老板不想做了，好就不做了，只做午餐的。对啊，还只做午餐，还只做2小时哎、欸。没关系啦，因为我们现在每天都是4小时见，没有一定要今天迟到，所以也不用特别打电话，也不用特别早就去。啊，吃不到的话，吃不到就在对面。哦，对，现在就是每天中午餐就巴望着吃那个，搞不好也不是搞不好。其实这样子讲的话，我们老是吃不到的呷哺呷哺也可以中午吃。某一天的中午，但是你只有4小时见哦，是说反正就走了，我开车就走了、啊，都滑完了，對啊、也不要也用不着说我要回来再滑、啊，对啊。所以每天就是吃掉你一个买的小点心，这样有没有对你也比较好？我今天没带，我今天带的是饼干。没差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因为我想要先把饼干消耗，都要消耗啊。我就跟你讲说，你买那些买就买，但是你要在去新野前把它吃完了。为什么要去新野前吃了？哦，那你就要把它收起来。没有啊，因为新野那个又没早餐也可以吃啊。新野我们带去新野的是早餐。那个卡斯蒂拉是我想说礼拜四那是早餐、啊、去买之前，嗯，万一好吃就可以买。那不就是那明天当点心吃掉吗？对啊。好啊，那铜锣烧就没差。昨天吃的铜锣烧普通哎、欸，没有很好吃，没有特别好吃。会买了觉得特好吃。有啊，那个青山我去买了，我后来还常常再跑去买，那家就是很好吃。但是那一家不是摆在别人的店里卖的东西。什么意思？你是说他专门店？店的话卖的都是集中卖别人的东西，那种一定保存期限比较久。嗯，对啊。没有、欸，他到15号而已，所以昨天我才先吃那一个。你说那个是15号，然后有另外一个是30号，对，有比较短，也没有说比较短就比较厉害，只是就你说买在别人店卖都期限比较长，其实没有，还是一样短。
在北海道应该可以放比较久。其实我是觉得卖那家他卖这很风险，因为当地民众不会买啊，会吗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到底今年北海道富良野这样子是比平常没人还是怎样？但是他已经了不起了，他那么大一个镇，店都有开。嗯。现在还不到二十号，日本人二十号起才开始活动。日本人哦。对啊，二十四号开始达到尖峰。你看 hotel 都最贵是，都没在吝啬加钱的，就是加很多钱，他不怕没人来。好像很硬的感觉，好像一碰一碰那种湿湿的感觉。我不会嫌波度不够，嗯，我要练习。现在变雪道很空哎，可以。他们在下面了。看这个人起来的 pose， 觉得他是初学者。是啊。是那种陡坡就会害怕的人。看等一下我们会不会遇到他。还没有看到他转任何弯，他都直直。这里是平的啊。就是，那就会在第一个陡坡遇到他。如果他再厉害一点，会在第二个陡坡遇到他。今天的雪应该什么都没了，一点都没了。今天下午比较好滑，好安静。嗯。今天好臭臭臭哦。今天公布很安静。哦。停我就停啊！我刚刚觉得我发出摩擦声滑得不好，所以我想重来一次。
如果差点摔倒，我炸到一坨什么东西。脚会挡到我呀！你在擦地板擦很重，然后挡到我的腿，就觉得很痛，知道吗？对啊。正面风。应该说，你在擦的东西在板之前，你的自己身体的前面，你怎么会留在你身体的前面？我在推啊。那个在前面呢、啊？就乱七八糟，脚酸呢、欸，昨天练的太多了嘛，有太多吗？昨天很早就休息了、欸，就说要不要上去，不要放弃了，把衣服脱掉，要上去。不是啊，练的太多就是每个弯我都很认真的蹲，就很酸了、啊。有可爱哈，你的鼻子露出5/5到1/6。有啊。最上面，不过你没感觉就不用去动它了。我又摆上来了，好吧，那就摆着。这今天这个是粘住敲不掉，主要是这样敲一下。它是冰啊，嗯，也不是冰，它就放在上面，但是没有化那么快。你今天忍住了，但是我还是忍住。因为我加热膝盖上面的话，等一下滑行照样会有点冷，照样会让雪。今天已经穿四件，还是觉得冷，奇怪。我今天没有加，现在没有加帽子。啊？我有个黑帽子放最上面的那个，还没加。你已经把冬城的帽子戴起来了，还需要？再加上那个的话，我整个头顶都会觉得是热乎乎的。现在没有热。有必要这么热？我决定我之后都要戴这个，这样照相也比较可爱，不会是头上头到头。哦、oh. 啊，只是我另外两个脖围是不是连的？我戴了两个是连的，两个不是。你有轮流换吗？你这个跟昨天是一样的吗？用两天啊。哦、oh. ，那今天会洗衣服，会洗。哦哦。今天没吃手比睡。我也没吃，我想要试试看。因为我觉得吃的好像还是流鼻涕，难道我不要吃？因为不是，这根本不知道怎么，这次吃的没有说完全鼻子干干的。我每次吃都只能撑半天而已、啊。不是啊，我可以鼻子干干，我都没有鼻子干干啊，还是流啊，就那些不要吃，实验一天。如果后来很严重，那就还是嗯。
帅不帅？也太帅不帅？叫一下，帅不帅？太激烈了。你再继续尖叫就该摔了吧？最可怕的还是上次青野那个一边尖叫一边直速往前冲的小孩。嗯，不知道最后怎么了。是哦。对啊，他就一边大尖叫，在那个青野那种平平的坡前面正中间有一棵树的那个，他在上面一路滑下来，还一边尖叫，不知道他停得下来停不下来。晚了就停下来了吧，只要不要撞到东西就好。理论上是这样。好冷哦，好冷哦。滑不热哎，这次。太短的距离啊，滑不热。平常滑一滑，我就是身体很热嘛，今天怎么都不会热？你呢？嗯，滑不热。而且我在那边想说，哦，这次滑得不好，又停下来。而且我又心里面又觉得说，嗯，滑得好的话，应该不会到很费力，只是普通的大腿用力。右脚又开始痛了，真糟糕。好。今天 GoPro 完全不用请，真的、哦？嗯。好啦，总之失血日就真的要放弃这样。全身会湿哒哒。昨天是失血日。他们要走多远？为什么要用走的？对啊，奇怪。走路还是血管无所谓，走路不累。我靠，我用走。他觉得他嫌这一段滑不下去吗？奇怪。刚进站的已经冲出来了。超冷，都是水。变水啊！好了。就觉得大腿冷冷。即将抵达下车点，请抬起安全带。好。的事情是我都这样子啊，嗯，我自己觉得会畏缩什么的，但是重心好像很正确，嗯，然后弯的时候我就想象说用这个顶进去，嗯，结果好稳哦，嗯，对啊，怎么他们又在这了？
什么？哦，那种花是吧？算了。我觉得我收不进去耶，冷冰冰的，对，超级冷。嗯，这次有比较暖一点，滑暖的，身体。都是通风海绵，正上方跟正下方都有，右近左出这样。好冷，北京好冷。今天并没有觉得风特大，有大一点。然后预报说风的来向都是从山后面往这边吹，我可能吹不到，可能被山挡掉很多了吧。嗯，缆车也照常开。啊，说下午会变大，阵风变大，平均风没有变大，那可能就都还好吧。应该是还好。哦，我忘记了。你摆了。我的手，我好危险。我在做手的保暖。嗯。
现在下的都好小，看不到。空中看得到，身上看不到。很小滴啊。其实它是小颗粒。我本来之前犹豫要分两次买，后来想一想一次买，然后一次买他就把六张券放在同一个单位里，我觉得很方便。我就会想说，要是分两次买，那不就要弄一张又一张，很麻烦吗？我说单张那一张。我觉得万一又要再搞一次的话，那我真的买四小时券就好。我觉得就算来富阳园这边跑啊，就算他左右两边都开，四小时就够了啊。真的真的，那个北之峰山顶滑到山脚，跟这里山顶滑到山脚意思差不多啊。哦，这很快。对啊，啊滑一滑就没了。然后这一边的山顶到山脚又要坐这个大缆车，没有什么兴趣。然后，所以他开的时候，哦，你是说他那个快速开的话会比较好吗？对啊。但是那条路感觉就是，如果没有冰面的话，也是咻咻就滑完了。嗯，很直。对啊，虽然他标他从头到尾都是绿线。嗯。嗯。那北之峰右边那边，好像山顶到山脚也是一条绿线。嗯。号称是绿线。离开那天早上多花点时间把心里抬一抬，放一放，安顿好以后，要把所有东西放上车。那我就穿过的雪衣就放在塑胶袋，都放小箱好了。穿过的雪衣。我们现在有分干净的东西跟用过的东西吗？哦，你说收行李箱的时候？对啊，万小箱也是得放点什么，万空的不是很可惜。我几乎都是穿过的，我只要把我的那件蓝色。那你要放进袋子里才能放进箱子啊，箱子是干净的。哦，那我现在的袋子里不知道放的是什么东西。就是拿出来丢在行李箱里啊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看屋顶很厚啊，它这个已经积了 N 层了，可见这里的风向固定是往这边。它还是飘的很。不要再吃炸的了，不要不要不要。不要，你喜欢啊？没有啊，没有喜欢。我是说，都长痘痘了。昨天都用掉了。你是闻到那味道，所以就叫一声吗？没有啊，只是我现在闻到炸鸡味。好啊，反正就是。好嘞，好干净。
顶掉很多，可以到我的脚尖。好、啊，那我再站更后面。没关系。所以现在十点半。所以我们滑第三趟嘛，还是？对，滑三趟。嗯。然后。
四趟，要求他们这么慢。他提早想转了，哪路变短了？后面就不跟教练的方向，后面就更短了。那后面那个则是太慢了，还想用棒棒腿。所以它其实是蓝色。什么蓝色？它是蓝色配黄色，不是白色。我怎么觉得我看到白色？白色是它的牌子。你说灰的也不是灰的，它是蓝色。没有，还是有两对。有三种颜色。有三种啊。后面有人。不行了。好像很安全。这个地方那么平淡，很安全啊。我说，我们觉得很安全，但是他们还是有点抖。但是好像还蛮安全。有人要被架嘎子我了吗？好像没有，反正这里还没看到过。不是啊，这样停起来，你也不知道那个是不是被架嘎子我，因为这次好像是停的最久的一次。GoPro 完全干净，真的？对，完全的干净。GoPro 很清爽，好冷哦。蛮冷。我们负十几、二十几，怎么撑过去？也不。还是我这件外套也不行啊。你还有？紫色的、啊。新买的太薄了吗？新买的就只有一层皮啊。啊，紫色难道就不是一层皮？紫色有一点点的敷面。也算是薄的，我都买薄的的。那你最厚的在哪里？紫色的是顶得住啊。你最厚的在哪里？那不就紫色的？还有一件没有在穿，那件更薄，那件更薄，我没办法，太冷了。那件是要那种比较不冷的时候才能穿。出大太阳热死的时候。对。我又放上了，真的上面比较好放。忍不住就想放。前面两个是香港的。是啊，是啊。你有听到？听到，而且他们还一人坐一个。因为他们两个，我刚他们两个跳的脚方向不一样。没有啊，本来就可以这样。对啊，所以他们跳的不一样，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一起坐。有啊，我就是看过有人跳的方向不一样一起坐的。怎么坐？不过我现在在想一件事情，到底是翘的方向不一样又能坐上去的，他们是屁股对屁股，还是你知道所以？对啊，因为你看现在看他们的软子很卡哎、欸，他们都一起坐很卡，啊啊、怎么坐？还是我之前看到的都是坐四人位的，真的，所以就一起坐了。两个人坐的确有点难，翘不一样，同方向可能可以，不同方向都这样斜的就好了。好冷哦！现在是飘雪，而且变大一点点，有没有？好像有点大棉花出现了，飘雪下来。依照预报，接下来就每小时1公分。现在是10:30。我来玩玩真的可以，但住在这里真的不行，太冷了。住哦，你说。然后开车每天要这样弄，很累，然后又会滑，好危险。我也心里面做过这种估想，我会觉得第一个就会担心自己的家里。你说水冻结啊？对，不过我猜新人盲选应该都弄得好好的。你在这种地方还会住盲选哦？这种地方四层楼也是盲选啊。四层楼也是哦。
盲犬就是盲犬啦。是哦。他们会，但是每个月的付出的钱多一点，应该说，住在这种地方，你买了升值的空间几率不高，那还是既然反正都升值率不高，那何不直接买资产贬值率最高的？就是说住这里和是不是干脆就还是做成户建比较好？嗯。然后户建，你是说一整年都住在这里吗？对不对？就是假设要住的话，你到底有没有同事就因为这样跑去住北海道、啊？美露卡利有一个啊，然后他被拿去当宣传样板拍影片，说美露卡利的 Your Choice 有人住到北海道。然后就是拍着他一副就是每日过爽爽的样子，就说啊、哦，我每天早上会先出去跑个半小时一圈，接着回到那个，然后他确实住的是户建，嗯，然后拍的时候好像是夏天吧，夏季对，不然怎么跑啊，这么冷他跑个头啊，然后就说他接着就跑完一圈回来要上班什么什么的，然后说每天过得很 happy。然后我看到的一个重点是，他应该是单身。那这里的标准配备就是买个房子，买个车子、嗯。车子一定要有。我不知道那些住车出租的坐不坐北海道生意。什么意思？有那种以租代买。嗯。对啊。哦，所以今日的上课学生们状况比较多，还比较初学吧。应该是昨天在学上播的人，今天都过来了。你说还叫那里有一个人卡进去，什么意思？那里有一个摔倒的，他就抖抖抖抖抖，然后就躺下去了。他故意走树右边，觉得，然后就，哎、欸，又一个，这也一个，是松到那种，他们都应付不了吗？那种又坐下去，那种爱滑松松，你看我们身上，我们要现在休息，还是再滑两轮休息？其实不满一小时。对啊，干嘛太早了啦？第四趟，其实要除以二的话，要滑六趟休息，然后再滑六趟，然后就可以走，就是滑三小时的方案。滑三小时的话，也到十二点半了。好了，再今天是三次，还有三次。出馒头，现在比较粉了，现在比较粉了。异响。
乗車駅までお進みください。技术小小子，小朋友啊，比他身高高，小小的，长得可爱吗？看不到，我哪知道，只有都雪镜遮住，不是？技术小小子，乗车駅までお進みください。那个啊，上班上课的人们，一人一台车，所以就造成后面变长。然后你看现在都叫好哦，是哦，对，老师叫他们这样的。然后刚刚嘚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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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觉得是一整班拉成一长条，头头的前三个里面有人摔倒，对对对，因为下面没事，那就是上面停的啊。对啊，那就是他们的。又停了。这一整串一直到我们前面十个位置，看停几次，这是第二次。那一串一整班的，看会停几次。他想放架子。放架。失礼します。所以只有接近，现在听就已经很小声了。什么东西？那个对，八声的警告音。没有听到。我们刚刚在我们上次在。